在上面啊。哪个上面、啊？在龙板上面啊。龙板上面、啊。你过来看啊，在富贝龙那边、啊。我不去，我不去。你在？出来干。你有本事傻吧傻吧傻的，快点快点快点！他妈，我现在赶紧，他妈乱分没被打晕。别玩了！不来了，还准备一大堆还想养我？他等你，你没出来，打坏掉了。但是我在。把杀了，把杀了，快点别闹，把杀了杀了杀了！你来老宋，我你觉得我骗你吗？我操！你看看，真的。老宋太有疑心了。把手放哪了？哦，真的上面，操！那你好办。他身上有好多毛。不动。老宋，你给我等着，你别让我逮着你。好，就这一道。就这一档、啊、哪里我在哪里飞龙可以到我上面来的好像是这边吧我忘记了反正走吧走吧走吧跟蓝色的这一只龙爪你按空格 A 版你按空格这两边可以停一个，现在可以无限的发炮弹。哦，这里这里这里，被掏掉了。被掏掉了是吧？那就扛不了了。你就扛到你的部落伙伴被阿诺小毒龙干掉了。我操你妹的！我去哪了？怎么看到有人被都不掉血的？他上面很多船。哎呦，我是在哪边死的？不要让他死人花。有是、嗯。不是，有个有家人领的家，好像不是这里。这里。看我那个床没了，床没了。你再闯一遍，再闯回来就行。要再做，再闯一个随便一个地方。找到了。哦，那就在那边，在那边，在那边。那个封城是移到哪去了？那边。往那个雪山那边。迷路了，完了，老宋迷路了。往雪山那边。有泰坦的话有没有？我们就可以打了。不是在这边，在南岸。想起来，在南岸。我不找，不找了，我也回家。回家烧铁吧。啊，路痴，哎，路痴。异特龙看到我会跑、欸，这什么吧？走，这边还有怪，这边还有怪。
看我单挑霸龙呗。我、哦、真的是这个怪太狠了，太厉害了！霸王龙让我两下打死，这小龙一下就死了，你知道吗？Showtime， 不是他会打木头，你知道吗？霸王龙怎么见我都跑啊？你跑什么？等我到了，怎咋的呀？等我到了，哇哦！啊！我这，哎我这是100级的啊，就100级啊，小 case。去沼泽吧，沼泽应该会刷那个叫精英，会刷精英幽龙啊。不知道那个要强的话，那个 IG 上面有一只200多级超级强的二代的龙，二代的镰刀龙，真强！打他，打他！哎，对对，就打他啊！你看我，哎，你看两下死了，哎我80级的，巨蜥80级的，我就打三四秒吧。啊！走一路杀一道，I don't care, baby. What? I don't know that. 这霸龙，你看啊，哥，哎呀，他，我身上木头了，你知道吧？我一直有木头。
那去沼泽吧，这面的怪级别都太低了，沼泽级别怪能稍微高一点，走。你也在练你的毒狼啊？等下推一扣。镰刀龙还是我打的 A 龙，你看啊，你别上墙，你看我多长时间能杀死啊？你别帮忙啊！哎，山羊，山羊，这儿呢，绵羊，有毛吧？抓，不要打，不要打，我等下先拿弹枪，我等下上去。你们不用不用，我教你怎么养，你就把蛋糕放在零号键，对它按一就可以了。有下面兽龙的面，下面兽龙的下面。你先把它丢回去，保证它的安全。先把它丢到咱家。我为什么我觉得声音好小了呀？现在呢？一样。现在呢？一样。我操！可以把那个麦克风离你嘴巴远一点。昨晚上有个部落是素食的部落。拍翅膀可以把它拍死啊！那个部落里面有几个素食的部落见过没有？没有。养死了你把肉拿肉拿羊的肉。一样大，我都没见过的。我这又刷了一只羊，快回来！现在呢？爸，不要用龙雕了，一雕就死了，好大你！现在呢？爸，我这又刷一个羊，90级的。这是为什么？等会。现在呢？你带蛋糕过来。好了。好了。啊，刚才那个卖。带蛋糕过来。我去，这羊这么多呢？现在了多少？成铁。我也想说那么多铁去哪了、啊、两万七啊，大哥，我就大不了我拆了十几个墙，就算浪费十几个墙，但是反一半物资就浪费十几个墙。谁用铁了呀？是不是有人？是不是那个 A8 你们那边有没有人？是不是拿铁去造铁家去了？我操！你想一下嘛，家铁都在这里。你看 YY 我没开声音，你知道吧？嗯。我刚刚已经看见两头羊了，同一个地方。厉害了。赶快生小羊呀，杀羊肉，再训几只风神，推铁用。他的老夫穿越了。别喷了，别喷了。哎，霸王龙挺高级的。啊，霸王龙级挺高哎。打他来！这个是什么鬼啊？这个镰刀龙是什么鬼啊？跟你讲，这镰刀龙我俩练一天级了，你知道吗？两只霸王，我打这个霸王龙比毒龙啥，这个比毒龙啥还高，你知道吗？这里还有龙，这个窟窿里面还有龙，注意！我带你去个家，那个家还有龙，雪山。我们确定一下。啊。那你要不想送你就不吃了，没事。我还这么来，行，好。
丁香晨。嗯。一会儿那个我和 A 拉推木炭，我俩做火药，然后你们推铁怎么样？因为我推铁技术不好。嗯。你看行吧？行。然后把那个镰刀龙，把那个重量高的风扇给我，重量低的风扇给我，我们离家近吧。哎，要不然我们再去训斥风神吧，我感觉他妈正儿八经是我们觉得最偏化我们一家一起来了。嗯，对，的确你说啊也行啊，其实反正有羊肉不是，你要是加到里面你要吹铁吗？呦，我要把一把射死了。我的技术，哼 ，A 八，你记着，只要易烊晨说这句话，不是那个翻车，就是把比尔打死。A 八果然跑掉了，我操 ！A 八别信啊，你真的。一个怪打死了，230级的。对呀，封神呐，我本事。你是懂的。哎呀，封神吧 ，A 开头的。封神死了。你就一直加呗，一直加血。现在你们骑着飞龙转的，看着河的，把河的窝顺便掏一下，我就掏。身上。氧气没有，氧气465没动。重量是重量613，重量忘了。啊，你保护给他加过了，没有。你要，不管谁都有用的。你加稍微有用的，你加个攻击啊，加个移速啊。在哪儿呢 ？A 八，叫你回去啊。加别的都能接受，你加个食物。A 八。